假如奥特曼来陪你写作业，你最希望是谁呢？第一个，泽塔奥特曼。第二个，迪迦奥特曼。第三个，赛罗奥特曼。陪我写作业的奥特曼居然是迪迦，你的呢？选一个奥特曼做你的哥哥保护你，你会选择谁呢？第一个，贝利亚。第二个，赛罗。第三个，迪迦。我的奥特曼哥哥居然是盖亚，你的呢？